不行，太好了。老邓啊，今天滑的怎么样？你这录像还是拍照？录像。不错，滑了有史以来最好成绩，很感谢所有同学的支持和帮助，也感谢 CCTV、MTV 和所有单位的大力支持。SU OK？ 请问 Nancy 同学使用两个小时滑了十米之后的感觉是如何呢？还可以，然后我下次要好好考虑要不要再来，因为实在太拖累大家了，不好意思。冉哥快说两句。是啊，没啥好说了，玩儿挺爽的。好，本次报道就到这边结束了，顺便大家看一下风景耶。老板好黑。我感觉这该是不是玩 3D 游戏，我靠，看到没有，这不是 3D 游戏。然后上面有个小怪兽在跳来跳去。我还能录两个小时，一个半小时呢，没事。我可以录十个小时以上的。你的卡牛逼啊，我一共才八 G 的，我十六个 G， 好，三十二个 G， 哇，够用的，够，三十二个 G， 真漂亮，好，本次就到此结束，如此美丽的景色就不给你，不再给你看了，再见。